双人，互相笑照顾，用无人心好路途。心爱的你，讲你是红路，你亲像伊脚底高。心爱的人，讲你手泥布，永远是同脚步。啊，除非是天落红雨，咱的情爱无变故。哇！好听，来欢迎青年大哥陆阳，谢谢谢谢大家好。哎呀，这个疫情期间我们来问一下黄大哥，最近都在做些什么？你是在写一挂物件啦，拢伫遐。我煮饭较济啦，你煮饭，你会用煮饭哦？不是阮某煮饭啊，我洗碗，我洗碗，我甲阮某，嘿，我伫个高雄，高雄，嘿嘿，啊我女儿有嘞，我跟弟弟在台北，在台北，啊，阿公你相隔两地，对，相隔两地，我们昨天才见面嘞，哈。就三个月不见了，三个月不见，好久不见哎！你拢叫一罐物件回家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伊就较不要住啊，不要住哟。因惊我会枵，啊，佮惊我出去外口买物件，危险，嘿，危险。所以就定期每一个礼拜都会寄一堆包裹，我冰箱已经冰袂完了。大家都会想讲，我要安怎住，我要安怎住。啊，陆瑶，歹势，我跟你讲吼。林刚拎到冰箱了，冰没完，我到冰箱就空的。啊，你寄哈侪物件，好路遥，伊是养猪啊，不养猪。简单的会晓。我就简单的会晓煮啊，啊，因知影我袂晓煮，所以因就寄已经调味好的鸡肉、调味好的鱼，然后我只要打开加热就好了。对，方便啊。啊，那边呢怎么嫁人？因为要抓住男人的心，要先抓住他的胃。是哈。他如果厨艺不好，怎么掌握那个？哎呦，对呢。我各位先生，我会学，我会好好的学。推销自己。那先自白一下。每项煮饭无要紧，但是当陆瑶就有爱心呢。哎，安娜讲，他为了送这个爱心饮料，在防疫期间送给需要的人，不小心出车祸。哎，这新闻都报呢。哎呀，大家拢足关心咩？其实我只是在停那个红绿灯，然后后面就撞上来，所以那个力道是没有很大力，但是当下是吓一跳，然后第一个反应是想说啊，后面的饮料跟东西有没有破掉？有没有洒出来？你要担心是自己的生命，对吧？就高级。你无烦恼，家己你先烦恼一下饮料。好可爱哦！我就抓一条的，哇！哎，饮料。是发生了以后，然后他才跟我讲。我这样听下来哈，虽然说这个西田拔在骂他，但是我觉得我听下来是我会想娶她哎。啊？因为你看到，不是你调工，你调工。我虽然讲已经有报，不是你是要创啊啦？即摆疫情期间，你卖阁袂当拍头诶！哎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不是，你把琪琪放在哪里？你听我解释，因为你看哦，饮料这么小的东西，他答应别人要送过去，他不管自己的生命安全，就算是再小的东西，他都要使命必达。是，这种女人就是可以娶回家。所以他可以去送披萨。哇，一票人才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耶。什么拢真好，是拢真好，对。但是吼，现在
那嫁予伊，我敢那无啥好咧。哎，那那你讲，哎，我嘛，哎，我嘛就友好的呢。你个看乖条脸啊，我就知。阿拉讲，看到敢那塑胶的啊，敢那塑胶的啊，啊你这个这个敢那表面上好看呢，惊暴露晒黑，唔惊火烧厝。我是感觉恁查某囝，我若无娶我感觉袂歹啦。恁丈夫我感觉可靠，感觉袂歹。你感觉伊袂歹？哎，送你。你爸有查到伊？昨我看到伊哦，啊，喊你喊我病馆揽做伙安尼哦，好我好诶。你甲伊揽做伙，伊有甲你教无？无。伊敢教呢？伊爱翕相啦。哦，爱翕相，爱翕相，伊足恐怖诶呢。阿无打来，阿无坐车就好，麦讲。慢，坐车，来。好啦，安尼，我就袂当过啊。无啦，你坐车就好啊。你坐啊。啊，我哩，我哩。大哥，你坐。你坐，乖乖。你坐，真坐得啦。不，你两个隔离，你两个等于你要保持社交距离，1.5公尺才是安全的。哦，哎、欸，西田哥啊，啊，恁路遥哦，啥物拢袂晓，啊，你烦恼伊，你嫁袂出去无？哦，啊，就是安尼，你烦恼啊。我嘛是真烦恼呢，烦恼讲阿姨安尼，阿姨爱水啦，连煮物件袂晓煮啊。哦。啊，嘛是人，嘛是烦恼啊。对啊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连出车祸，搁咧烦恼饮料公公安尼，伤单纯啊，惊去用骗。对，惊去用骗，唔要。对，但无要紧，免烦恼。安那晓。今仔日特别安排制作单位邀请两位白马王子，长得帅又会唱，白马王子，要给期待吼，要给路遥挑一下，然后让他来鉴定一下。咱先叫出来看卖，交些朋友诶。对，OK，啊是倒两位白马王子。今仔日因一出来要唱一条歌，先用歌声来自我介绍，邀请两位白马王子带来《改改人生》。前奏已经响起，舞台顶光闪闪烁烁，掌声表示你对阮的热情。啊，有人欣赏阮的歌艺，有人好奇阮的感情。落台后，只是平凡的人生。啊，步步停停的改人生。暖都变人情，舞台上灿烂笑容，舞台后寂寞心情。乐队声又搁响起，心事暂时放袂记，不愿别人来看见，做艺人心酸的滋味。前奏已经响起，舞台灯光闪闪烁烁，掌声表示你对阮的热情。啊，有人欣赏阮的歌艺，有人好奇阮的感情。落台后，只是平凡的人生。啊，浮浮沉沉的爱人生。都变人情，舞台上灿烂笑容，舞台后寂寞心情。乐队声又搁响起，心事暂时放袂记，不愿别人来看见，做艺人心酸的滋味。上灿烂笑容，舞台后寂寞心情。乐队声又搁响起，心事暂时放袂记，不愿别人来看见，做艺人心酸的滋味。
很暖的男生，因为我唱歌没有自信，然后唱完了一下来，他就很好啊，你唱得很好，就是这样子，你们家你们家你就好哎。路遥不是只有对你这样，他对我也这样。我跟你讲，他不是对你这样，他对我也这样。有一次啊，我在唱歌的时候，我唱说富凯，我带你们去你几条关系猎光，哇，你去干啥？等会哥，你小心你个给你几件没办。他不止对你们这样，有一回吼，因到隔壁阿桑在洗身躯的时阵，来在咧唱歌啦，爱就走去甲讲阿姨啊。你唱了安尼就好个啦，袂歹，就安尼唱啊。欢迎两位白马王子徐富凯、林俊基。耶，是哦是哦。欢迎。来，我跟你讲吼，今麦这两个吼，就是未来的竞赛。啊，有啥物问题，拢用尽量问，尽量问。来，谁的存款比较多？一看就知道徐富凯存款。没有啦。有情况呢？女儿她有选择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哪个也是两个拢爱。哦，是啊，你一三五节礼数都阿你摆，互恁早间要滚。你你来陪我，不你怕啦，人陪。来陪我。我跟富凯是比较早啦，就是我长辈回的时阵，迄阵来弟弟伊弟啊嘛，啊因要滚来，然后唱我一块歌，唱迄个《流浪到台北》。对啊，你总唱迄个黄大哥《流浪到台北》个，你安那唱，你安那唱。自我来流浪到台北，已经过一年。我第一歌词，当时甲伊来分离。哈，啊，所以，对，所以吼，怀念吼，赞，所以讲迄个时阵哦。因敢那四五个人嘛吼，然后唱一块歌，啊，我来选看什么人唱了较好我的味啊。是啊，你感觉富凯一唱会卡脸？黄大哥对富凯的印象还蛮好的。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路遥，你妈妈在下面很开心啊。哎，你不知道，你是我妈的偶像哎。我们两个吧，没有我等一下讲俊逸哥，我真的要跟大家说。我很吃富凯的醋啊！我对富凯的印象呢，就是哦，爸爸妈妈的关系，然后认识了富凯。对，后来就发现，他是一个很暖的男生。因为我唱歌，我跟哈伯没有自信，然后他知道，所以之前有时候在工作啊，他看到我要表演，他会站在旁边，就是听我唱，这样给我一点安全感。然后唱完了一下来，他就很好啊，你唱得很好，就是这样子，你们家你们家你就好哎。就觉得哇，很温暖。是我跟你讲，路遥不是只有对你这样，他对我也这样。所以我每次只要唱完，我都觉得儿子，你帮我听听看，我刚是不是走音了？没有，妈，你唱得很好。有时候呢，不一定要音很准，情绪有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他不是对你这样，他对我也这样。有一次啊，我在唱歌的时候，我唱说富凯，我带你们去你几条关系猎光，哇，你去干啥？等会哥，你小心你个给你几件没办，你今天就你是不是在敷衍？我觉得鼓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要给人家自信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所以他不止对你们这样。有一回吼，因到隔壁阿桑在洗身躯的时阵，来在咧唱歌啦，爱就走去甲讲阿姨啊，你唱了安尼就好个啦，袂歹，就安尼唱啊。你看，我儿子富凯是这么大家公认的暖男呐、啊，来捧我下锅嘞，姐好不好？有了，我也有啊。那他帮你干嘛？头发他帮我弄的、啊。周以公啊，就是富凯的眼光，他会比较时髦，比较 fashion。是。然后我刚刚要讲，我吃他的醋，就是呢，每一次去逛街，那、啊、如果我跟妈妈逛街，妈妈看这个东西，选哪一个好啊？要 A 还是 B？ 我说B 好了。他说等嘞。我卡点我懵起来，我想说，我弟弟边啊，你被卡好虾米啦？嘿，他打给许富凯，虾米？问他说，富凯，你觉得 A 还是 B？ 然后富凯说 B， 他说好，那我选 B。我说我刚刚就跟你说选 B 啊。那个你在吃妈妈的醋？我妈妈，妈妈真的会传那个照片给我，他都会买什么？比如说他买东西传给我看，对。哦，这是富凯啊，俊逸的。我还没有跟他认识的时候啊，我是听他唱歌是真的是。很喜欢，很疗愈。对，然后后来是因为他们一起拍戏，他也很照顾他。对，因为我也是那个看俊逸哥唱歌认识他，然后从来都没有跟他接触过。当我知道我开始拍戏要跟他是走同一条线的时候，我有一点紧张。然后演着，我都觉得我有点放不开，反而是他私底下都会 cue 我一下，故意闹一些。
一些很好很有趣的梗，然后故意闹我一下，闹我一下，然后我就会知道说，哦，我等一下可以这样跟他玩，嗯，就慢慢的就放松了，放松了之后，后来放太松，什么意思叫放太松？多松？俊逸哥真的会让人家放很松，对，他会让人家放松。可能我较歹看面，我无笑的时阵看起来比较严肃，比较严肃啊，嘿，啊，我的歹人面无多啊。阿姆哥，我昨天还是就上班啦，喝到顶啊，喝到顶啊，喝到顶啊！的，我刚刚讲路遥，阿你是咧紧张啥会？会。哎哎哎，本公司吼，哎，本节目是优质节目，所以我有懂掉，我有懂掉。啊，你有懂？你刹车踩得真好，哎，这个我喜欢。先困到顶啊！啊先困就送啦，卖讲先困到顶啊！啊先困，不能不搞平，本来就爱先困啊。诚恳在一起，我的先困到顶啊！我讲的先困好送的是诚恳豪爽。豪爽哦，对啊，好啊，哎，安尼因两个，我听起来两个拢最好拍算，但是我有想到一个办法，因两个有一个共通点，一个是模仿费玉清太厉害了，一个是有唱费翻唱费玉清嘛，对不？对，所以咱用费玉清的歌来 PK 好不？哦，哥你先考，我先哦，是，那我带来一个小歌很经典的比较轻快的歌曲《挑夫》。跳呀跳过水哟，一日复一日呀，走走又停停，跳出了多少情呀，跳出了多少意，情意比山重呀，情意比水长。不怕那山险阻忧，那路途遥远，重担两肩挑呀，总会到底头。嘿，嘿，跳呀跳过山哟，跳呀跳过水哟。少情呀，跳出了多少意，情意比山重呀，情意比水长。不怕那山险阻忧，不怕那路途遥忧，重担两肩挑呀，总会到底头。哎呦，怪不得你会在友台比赛呢，因为这一首呢得到冠军，对啊，这样够搞的啦。那刚刚我们听到那个俊逸带来这么好听的挑夫费玉清大哥的歌，那我们儿子傅凯，你要带来一首小哥的歌曲，秀呢秀他们最经典的这一首台语歌《金鸭哥在想你》。一切亲像在。
生的暗暝梦有呾失眠，无缘的为何来离开，也想着心伤悲，想当初你甲我对伊的情意，袂记啦。我早间，爱无对个爱着我，我惨嘛！那个秘密就藏在柜子里，千万的柜子，千万的柜子内底啊！房子里竟然有老鼠，太丢脸了！这个秘密我一定不能告诉别人。拜托，房子里面本来都有老鼠啊，是到这间房子没老鼠了。谢谢。哇，超好听的，这首歌是我的最爱。我从第一次认识傅凯的时候呢，我就听他唱这首歌，我就说你一辈子都要为我唱这首歌。哎，可是我们不是要唱给你听的呢，今天是唱给路遥听的呢。哎，问一下人家感觉怎么样？现在唱完的感受怎么样？对，我好难选哦，因为两个歌艺都真的太厉害了。对，然后一位就是可以。帮你打理你的外表、外在啊，然后对，给你鼓励。然后另外一位就是可以让你就是完全的很放松，在他面前可以很开心，没有压力。对，唔免叫个这，唔免惊个这，你听无？我还怕我配不上他们。无啦，我知影啦，因为这两个拢太好了，歹见嘛。啊，无大家等叫出来，直接甲本人斗看麦啊。加上，甲路遥斗看麦啊，先试一下。你是当作螺丝呢？无啦，合唱啦。唱歌有咩趣无啦？你唱较出两个拢，两个拢做下唱诶。歌神。嘿，啊你歹唱的时候再放好音。加油，你唱得很好的。好，加油。啊，你要叫叫啥物歌？诶，啥物歌名？哦，你叫啊，你叫你叫，制造浪漫。哦，好浪漫哦，郑中基一条啦。郑中基那一首《制造浪漫》。这城市喧哗的街，变成无
但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的情感，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甜蜜难计算又反不来纠缠，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，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，多奇妙，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轻轻上扬，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，闭上眼学你一样轻荡，这些浪漫，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的情感，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甜蜜难计算又反不来纠缠，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，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，奇妙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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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路亚有没有很幸福的感觉？有啊，但是我真的压力很大哎。他的唱完了，你的压力大，我就真的唱得很好。刚刚我们就不错了，对啊，我们刚刚都唱得很开心了。有你们两个在带，这么难选哦，很难选，我又选不出来，都太优秀了。我跟你讲，结婚哦是两家伙的代志，系啊，每当少年啊讲好就好，是啊，有当时尊重是大人，对对对，是大人介重要，爱屋及乌。伫咧这个时阵，把老的叫出来倒看麦啊。我介两个斗，不啦，你介两个合唱，唱歌来感觉讲因迄个感觉啦，默契安怎啦吼？我是惊讲我早起个爱无对个爱着我惨嘛，你喂，啊，无可能，我大哥你形象怎样？你即嘛是咧竞假赛，你是咧竞打？还是伊啊？天哪，我感觉根本袂记咧。啊，即嘛你来倒看嘛，要来唱什么歌？我要倒啥？啊，我唱一首啦。啥？做经典的迄个爱播唔惊艰苦嘛，所以哦，三嘛三嘛巴拉巴拉迄条，三嘛巴拉巴拉哒啦哒啦哒，好，那今嘛就来欣赏呢，黄大哥加俊逸还有傅凯带来这首《爱播唔惊艰苦》。小鲜肉黄西田大哥。透早起来八点钟，昨暗老板会有讲起，做工认真的选一个，啊，查某囝要嫁，予伊做牵手啊，抢啊抢啊，弄啊弄啊，赶紧来去，认真打拼的，我会嫁我袂。梦中梦一梦，梦中老板的查某仔，大苦老代阁大一跤，老爸讲爱嫁给我做学生啊，生啊生啊，巴拉巴拉又搁好难认，老板的千两金仔哪会这呢？Yeah, oh.
生实在是真困难啊，黑白话哦，黑白插落也是无半项，甘要给我一款三车啦？赞赞赞赞！未歹呢，未歹呢。啊，要选倒一个？嘿，你感觉倒一个较好？我。也不讲，咱讲真经啦，这是小孩子才会选的。咱这大人两个拢爱。嗯。规矩哦，我回来了，我甲伊参详看卖啊。嗯。好好好。啊，看是要伊要卖啊，我不要不要。哈哈哈哈哈。看我两个，算了是安。好好啊，参详一下。你们开一个家庭会议。好啦，啊，无得终身大事哦，还是互因登记好好考虑一下。啊好啦。是啦，有影有影。卖急别出关，下个靠恁啦。电话记接嘛，既然大家来啊，无咱做伙等下进入我们下一段的短剧哦，好诶，做伙来欣赏精彩的对局。哦，啊，这苏困金吼，申请足久诶，总算落来啊，感谢政府啦。安尼这疫情期间吼，扣一万块，会当活足久诶，好加载啦，有实在神哥。吃伊个，穿伊个，戴伊个，这下俭俭啊开，啊，到处摇啊，神哥那袂转啊，奇怪。啊，哪有一张被？兄弟，自从疫情开始以来，你就常常来我家蹭饭吃，一次两次没关系。天天来我也撑不住，我知道你失业很辛苦，所以我决定把房子借你住，我自己出去钓鱼了，房子里面有找到吃的东西就尽量吃，找不到我也没办法。沈哥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拄则才吃吃吃吃吃这一顿两顿尔，伊就安尼规个人走出去，惊我甲吃倒哦。哦，真正有够当生的啦。既然你对我不仁，仁仁仁仁，就莫怪我对你不义义义义义。我来找看卖啊，这间厝内底有啥物贵重的物件，甲摕来当，换钱来买饭食。哎，沈哥，你等来啊！不，稍等一下，老师，你们稍配合一下，我手都还未夹起，你都砰砰砰砰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来预备。哦，对嘛，啊，这王姐有人爹不？我是住伫个隔壁王彩华，啊，我拄正听到那边那轻轻空空的声，想讲应该是你等来吼。哦，无啦无啦，嘿，沈哥无伫个哦。你不是沈先生哦？我不是。啊，这王姐。你哪里会引导？哦，无，我都我因朋友啦。啊，伊去钓鱼啊，我咧甲顾厝。啊，啥物代志哦？啊，是安尼啦，我有一个礼盒哦，要摕来给沈哥。啊，就顶届吼，伊甲因女朋友拢是甲伊这个礼盒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替沈哥呢去钓回。啊，即马我已经摕着，即马就摕来给沈哥。安尼，我看你门口到吼。礼盒票，好，你看门口，嘿。嘿嘿嘿。啊，我等你出去摕，你看门口就好。好好好。好，等下我先来去。好好，再见再见。什么物件？拄好把豆腰，反正是假的。搁有礼盒，吼。嘿。啊，这啥？哦，保养品呢？袂歹哦，啊，这啥？黑箱里的秘密对我来说才是最有价值的。几千万点，点点点点点点点，中午，讲来笑来，啊，对，点点点点点点，你在干啥喂？啊，这啥？修股、黄金直销、收据、保养品4888。老师，你是困呢啊？哟，啊你无看我安尼手行起，你就差不多在叮叮当当啊呢。我拄仔听到你甲老师在开讲，是，你安尼讲，其实有声啦，你不需要伊帮你做，我紧的。
无啊，你安尼都有啥？你搁要叫人甲你配合，嘿，你才歹伺候呢。哎，你较安尼讲，啊，无请这团来创啥？啊，嘛有影，无因嗲嘛无代志。对嘛。啊，你搁来要创啊啦？啊，要问看你这底啊有满意无？我是袂歹啦，迄敢那保养品敢那真贵重，就讲爱哦，货到付款了。是啊。哇。但是人无滴个，沈哥人无滴个呢。啊，你既然是伊的朋友，啊，当然嘛是，你有法度，你就替伊揽嘛，对不对？阿婆，阿婆，哪来哟？你呐，无退点钱，你就是小偷。无啦，我哪是小偷？你我不能报警。我唔是无啦，你莫个代志唔到这严重啦。好啦，我先退点啦，啊，这纾困金我。刚刚你就一万，你就喷一半，4888哦。4888。好了，你先蒙袋坑了，我等下把钱坑了，你等下来退啦。我看到。有吗？拿到了吗？那就麻烦你了哈。好了，我等下把钱坑给你，等下来收啦。好啊，安尼我就来去啊嘿。好啊。气死啊！要来这个骗一顿饭啊，结果家己搁了5000。老师，阿娜，我钱藏入去啊啦，我要撸出去啊，等你啦。什么钱？你是讲啥啦？啊，你想？啊，老沈不是一个人住，你想？我老沈因朋友啦。哦，朋友哦。嘿，我是因头家啦。哦。啊，老沈无在哦。伊去钓鱼啊。啊？钓鱼啊？嘿，我咧顾厝，我甲顾厝。老沈若回来哦，你紧替我转达一件代志给伊。哦，你讲，我甲讲。哦，你甲讲吼，我交予伊，迄价值1000万的物件，叫伊还收好，了紧决定，我看我再过来找伊确认，麻烦你，这个代志最要紧的，好，你紧替我转达予伊，好，我看我再来，我来甲讲，头家谢谢，我知影，好，谢谢老板，嘿，1000万，这厝内底有1000万，放咧倒啊，1000万奇怪，讲这个厝内底有1000。哎呦，这本是啥？我最近有一个秘密，没人知道。那个秘密就藏在柜子里。啊，原来这口老神把秘密写在日记里底。柜子，1000万的柜子。1000万的柜子内底啊！闹严了死！奇怪，什么秘密内底？房子里竟然有老鼠，太丢脸了！这个秘密我一定不能告诉别人。拜托的，房子里面本来就有老鼠啊，是倒一间房子无老鼠啦？哦，是家啦。比起上一个秘密，这个更重要。黑箱里的秘密对我来说才是最有价值的。原来是伫黑箱，这都无黑箱啊，黑箱。1000万的家，黑箱，1000万的啊！天哪，快去！这我最爱的小咪住在里面，没有人知道我的宠物是蝎子，这个秘密只有我跟小咪知道。嘿嘿，嘿你也逃了，嘿，神经病嘛！这是什么烂秘密？顾先生，小秘密都写完了，最重要的秘密要记录一下。重点来，为了怕别人偷看，不能写太清楚。反正危险的地方要特别小心。危险的地方，啊，家老上面危险的地方，奇怪，危险的地方，
危险！漏电危险！这叫啥？你知哦？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挑工甲烧足危险的，别人唔敢挖，其实一千万藏咧内底，一千万我来呀！笑的啊，拢写一挂有空无顺的，根本就无写到重点，应该是去予迄个头家骗去啊！哪有可能有一千万的藏在厝的？老帅，老帅，老帅，等下呗！你是拄爱头家呢？嘿啦，老帅，人是等下呗啊？啊未啦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、喔，你拄仔讲老帅伊厝的内底有一千万的现金。哪有可能是谁会把钱放在厝的啦？谁跟你讲是现金嘛？你讲内底有一千万，讲叫伊保管好唔？迄不是现金，迄是一份价值一千万的文件。文件？是啥物意思？简单讲啦，就是我的老沈来做阮公司的股东哦。这一千万总共是我分给伊红利啦。啊，你讲你是老沈的朋友哦？系啊系啊系啊。无安尼啦，你来做阮公司的股东啦，一千万我还给你，只要你伫个文件顶头签名。哦。签好，把你的账户写在牛皮纸的顶端。写顶，我念你就汇一千万给你。我签一个名，你就我一千万。对，我即马把文件哦，对门框内底钱入面，哦，你紧签啥物？哦。好。你讲签名哦？对，内底有两份文件，吼，你紧签啥物？签好一份你留底，一份给我，哦，安尼知影无？签我的名就好呀。对，拜托你较紧嘞，我真正赶时间吼。好。啊，你的名字到底是几哩？你哪会签这久啦？歹势，我淡薄紧张啦。我唔知影这写三个字能赚一千万啦。我有较紧张。哦，好啊，我拄出去哦。好。啊，我一份留咧，一份行李啦。对。有收到无？有。收到未？好，我看到你的账号哈，明天我会汇一千万给你啊。好，安尼就赚一千万啊！我申请的纾困金等够久的，想袂到这安尼签一个名就一千万，啊，这啥子？本人黄登辉，嘿，坦诚利用。黄金建设公司股东身份，亏空公司营运资金，咦？所有作为是本人和公司副总沈文成所为，跟公司负责人丁立奇跟其他股东没有关系。不法所得1000万在本人的账户，愿意无偿上缴，特此为证。我。我只是想要来沈爷兜食一顿阿边钱饭，一声爱食长期的啊，那呢，小摊两家人。